你好，我是莉亚老师，我来自中国，很高兴通过这个视频与你相识。我经常在线下给学生辅导功课，帮助很多同学在 GAPSK、普通话面试、HSK 等考试中取得优异的成绩。我有超过3年的教学经验，所以我清楚地知道该如何教学，才能让学生既快乐地学习知识，又能轻松地通过考试。上课时呢，我会提供各种各样的素材穿插在教学中，比如成语典故、文学诗词、热门新闻等等，帮助你更好地去理解中文，做到知其然、知其所以然，让所有的学习难点都变得更容易。同时你也有很多的机会去说普通话，表达你的想法，我也会给你一些反馈，强化你的语法和词汇，教你最新最地道的普通话表达，让你即使没有来过中国，也能在网上沉浸式的学习和体验中国文化。你是不是很想学好中文，但有些时候又觉得无法理解，好难好难，茫然无措，不知道到底该如何学习才好？不用担心，我会结合你的情况量身定制适合你的课程，并且教会你正确的学习方法，帮你一步一步的去攻克学习难关，不断的提升自己的中文水平。那我们一起加油吧，期待在我的课程中见到你哦。